继续来看中山西金马路是连接台十七线甲中山街的交通便道。当地民众是向所在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波来陈情，讲这条路哦年久失修，四界拢比较真严重。加上我这个农田奔波的道路，嘛来出现点啊个破碎的情况，真危险哦。所在金马路是连接台十七线甲中山街的交通便道。真侪乡亲拢会惊这条路到陕西唯一的加油站加油。当地民众向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波陈情，这段路破破烂烂，回车时阵非常危险。这个岸边啊，这拢崩了吼，啊，佫尤其几条路，迄、那个真侪所在吼，拢过挖空石壁吼，啊，在乡亲咧惊讲安真危险啦吼。啊！要求讲，叫反正叫啊，看叫咱公所吼，啊来处理啦。啊，阮甲乡亲讨论了了后，啊，看管路啊，有法度甲咱斗三工啊。这路面吼破坏还可以算真严重。那么，伫乡亲来甲咱主席吼，洪主席来反映，讲这条路的路面吼是毋是会当甲改善？哦，这条路在使用上会当较安全。那么这条总长哦，大约差不多220米左右，啊，啊，这个残垣边吼，伊这洞头上的部分啊有较低，啊，所以造成咱若拖落去吼，惊讲会崩去，啊，希望讲大家这个土垣是要较做起来，啊，甲路面通好吼，较袂造成车咧使用的时阵，吼，到了啊，搁会当会崩去，会分袂情形发生。所在乡长苏伟俊接到叮咛，也安排工作团队到现场会勘。看到农产品的道路，点啊家拢开始咧破，民众若是出道，真正真危险。也承诺会全力争取经费，来将这条路做好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沙沙采访报道。